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他歼灭六国、统一天下的使命，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随后他不失时机地创立了皇帝和皇帝制度，并建立和实行了更适合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制度——中央集权制。那么他又是如何从经济、文化和军事领域保障这个政治制度的呢？